下午的3:07，那么这边我们谈个私人话题。人一定要有勇气，人没有勇气什么都不要做了。就像我做赌博，我输了2000，我连眨眼都不眨，我下一回到地下钱1280，我一下就赢了他妈1-2万回来，我不是个傻瓜。各位，今天你有这个机会啊，要到地下签，地上签实在划不来。地下签第是12800的1280本钱啊，两只碰两个尾数是12800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已经一数地上签是1:5，地下签1:5，地上签是1:1.2，我他妈昏倒，绝对不要那么做那么傻瓜啊，没有那么好中的，懂不懂啊？一定要往地下签。这是我讲，我们是常识化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啊喜欢一个人，我们在我们那个养护中心呢、有个外劳啊肖小姐啊，有个外劳肖小姐，我是从头到尾都蛮喜欢她的，但她不大胆啊，本来看她样胆子不大啊，想请她吃个晚餐她也不敢出去，吃个午餐嘛也不敢出去，我不懂为什么啊，但我不知道她心里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讲。我就跟他讲，这个人呐、一定要，对不对？给自己找个机会出去玩一玩，也没有人规定你在养护中心不能去跟住民交朋友的，或到外面交朋友，没有，没有这个规定，台湾没有这条法律，我都不相信。啊，好了，他就知道又怎么样呢？我跟你吃饭又怎么？他能拿你怎么样？拿我怎么样？都不能怎么样。我有的是钱了，我还养得起他了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千万要记住，我们。人要有勇气啊，要往外，要不然呢、你一辈子都是窝在这边不好啊，很闷啊。我看你到全台湾到处去逛，到处去吃，到处去喝，到玩，因为我有钱，其他的穷人你就不必了，穷人不要跟他往来的了，等我吃穷的话我垮了呀，你也吃不到我，那我也没钱请你了啊。